限制性第一心分三个阶段，所以开宗明义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会讲得很清楚，不厌其烦的让你很清楚这一段的义理。限制性第一心，限制性就是前面的七种限制性，七种是第一地，那么第一就是七种第一心，这两种在此合称，后面加一个心，含义非常的微妙，是理圆融，是理第一地，回归真如本心，就是佛自己证悟的最究竟的道理，也以此自己证悟的最究竟的第一地，建立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这两者合称。简单讲，理是体啊，事是用，将体以用，是理合一来解释。所以以七种第一为体，就是第一真心呢、为理；七种性质性为用，就是是第一地，也就是一体起用，色用归体，体用一如。理是合一啊，理是不二，体用不二，即体即用，事理不二，即事即理，非一非异啊，非一非异，非异就是不二啊。所谓不二，是引起异象的存在，但是有共同的性质，就是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站在这个角度，动物、植物、矿物平等，何以故？动物空无自性，植物空无自性，矿物空无自性。所以我们要了解非一跟非异的道理啊，是跟理不是一，但是也是不二，就是也是非异哦。那么这个体用是跟理啊，合称为心就更重要了。这个心是什么？叫做真如本心。在这诸位，我们前面讲的要恒顺三种，恒顺众生，恒顺如来的正法，恒顺真如本心。如果修行人的下手处不在真如本心，这是悟道成道成佛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真如本心，真心本如，本不生本不灭的真如本心。也就是说，所有的理事都是真如一心，所谓体用也是真如一心，心法还是真如一心。换句话说，整个宇宙都是唯心限量的境界，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本心。所以当你证得到圣意无限入第一地大空离世圆融的时候，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色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众生迷茫的时候，是有山河大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若是大悟的时候，唯是一心，唯是真如。所以有人问，请问师父，当一个人大彻大悟是什么境界？叫做时空完全静止，没有妄想，没有妄想。那么众生跟悟道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众生你叫他不起妄想，不可能。那么大彻大悟真正的正量的解脱境界，你叫他动一念的妄想也不可能，两种不可能，凡夫不可能啊，圣人也有不可能。凡夫你叫他没有妄想颠倒执着，不可能。圣人你叫他颠倒妄想执着，也不可能，他没有这个东西。他达到无念无住无相完全解脱的境界的时候，
有一些法师啊或者居士啊，听了师父的法非常的法喜，回去啊大概能撑的七天就不太管用了，差不多七天啊，那个习气就拿出来了，压开啊压开。慧法师，我听你讲经哦，好像我开悟了见性的。回去啊三天啊，或者是一个月，所以这个啊理可顿悟啊，对不对？事需渐修啊，理论上是可以顿悟啊，事相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修行是点滴的功夫啊，要不然赵州为什么八十啊游行脚，对不对？赵州和尚的八十还行脚去参呢、啊？赵州八十游行脚啊，我们是何许人物啊？是不是？来说我们讲今天的讲经说法的互相勉励了，啊，互相勉励了。这个心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理跟事、体跟用，无非是真如一心。所以成就就必须要懂得性智性第一心。简单讲，色一切，体用事理，人生宇宙回归到真如本性。万法唯心限量，唯是一心，唯是真如，无法可说。所以成就就是建立，因为世尊如来啊，自觉到如此甚深微妙的性智性第一真如之本性，所以因为他大彻大悟，见到生命的本来面目，所以能有种种的建立，种种的成就，来饶益出世，饶益世出世间。这一点为佛以及古圣贤大彻大悟见性，方能平等饶益众生，才有办法啊。众生呢、啊、不是一点钱呢、啊、内心里面就常常讲，我还不是慧法师，你这么多钱呢、啊、来都没有请我喝一杯水啊，因为他没有通达第一地，没有来去生灭增减啊，是不是？哎，来到这个地方啊，师父稍微有时候太忙啊，有一个人啊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很忙啊，因为我也没有戴眼镜啊，没有戴眼镜，有近视眼又散光啊，来到讲堂啊，嗨哦，一天不在跟他比过行啊，你啊你啊你啊我啊这是啊这是什么人呀？啊，做法师要有威仪啊，也不能随随便便。他讲嗨，我呢嗨，我不是那样，我是法师啊啊，不是我被打招呼啊，法师不是我被打招呼，哎，算了，叮咚加牙笑啊，哎。结果我不该打招呼，因为我在急，很忙，要做一件事情，出去讲啊，哎呀，护持慧理法师没什么意思了，我护持那么多钱，去那边打个招呼都不给我点个头，啊，实在是没看到了，因为近视眼嘛，你近视眼散光嘛，哎，所以说，哎，这个信徒就是还没有达到性智性第一地真如心，不是是为了升华自己，不是想要我有某一种回馈。知道人要建立这个品格不简单的，人的一辈子不一定要干大事业，但是人不能没有品格，人呢、啊、不能没有人格，但是我们的佛教徒这个人格品格是无相的人格，无相的品格，事理圆融的。哎，佛弟子来到我们这讲堂，有时候师父忙，他就体谅师父现在忙，不打搅他。不打搅他。哎，他会互相体谅。所以这个佛法，你听了以后，哎呀，如饮甘露。所以啊，在座诸位护法居士，你来到这个三宝护持，记得心要跟佛相应，也就是无所求。无所求才能达到最大的福报。当你布施的时候无所求，你的福报等如虚空，等如虚空，无相布施吧。
无相布施吧。啊，我们也希望祝福啊，这个彰化的斋僧能够啊永续经营，让我们的啊三宝和护法居士共同有一年来修修福报，开开智慧。祝福我们的主办单位继续经营啊。接下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也就是说，如来除了自己证悟到性自性第一真如本心，也能做种种的佛事，能自利，也能弘法利他，成就世间法、出世间种种事业。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多得成就，这个是因为如来有自证到那种境界，也可以说如来用性智性第一心入无分别智，所以对于众生无有分别，平等大悲，不论智欲圣凡利钝都有所饶矣。就像阳光如日中天，太阳光照射下来，无量无边众生受益，无量的植物受益，它不会分。所以大自然只负责平衡，不会管理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哎，植物与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的斗争，植物与植物之间很斗争的。你看看这个植物学，这个种子出来啊，大家都竞争，向着阳光。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一个大悟见性像如来一样的境界，如日中天，阳光普照，如是照山河大地。但是因为说法有根器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凡夫也讲五戒啦、十善啦、再来讲四谛啊、十二因缘啦、讲六度啊、讲四色啊。那么四谛十二因缘化二圣人呢，对不对？六度四色法化见根的菩萨，以最上的法莲顿大法顿悟的根器，上上大法度大根器的菩萨。在禅宗里面有一句话，我们是做不到的，说要说法的法师要先观察根器啊，要因材施教啊，那么有教无类，要因材施教啊。我们怎么观察呢？我不知道你心也好啊，我但我们也没有相处过，哎，对不对？我跟在家居士也没有住在一个屋檐下，我怎么知道你是善根的还是烂根的？你是上根还是软根呢？我不知道啊，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时间限制在这个两个半钟头以内就讲下去啊。那假这样弘法，你听多少就算多少啊。有的居士啊，吐在那边听不懂，回去只记得笑话，只记得笑话，出来拢袂记得了了啊！啊，我笑话拢记掉诶，各做笔记啊。所以这个，因为禅宗讲要观机斗将，咱要透迄款时间呢，那来的都讲啊，无透法度，对不？也没有时间去观察谁有那个根气，谁没有那个根气啊，对不对？啊，出世间上上法就是无上顿法。所以再把它贯穿一下，说大慧，这是跟你第一地真如的本心，这是过去如来、未来诸佛、现在世尊、三世诸佛如来应供等正觉所自己证道的最甚深微妙性智心第一心。
诸佛如来以此性自性第一真如本心而得成就如来所建立的世间法、出世间法以及出世间上上法如来自道境界。所以两本经麻烦你要看一下，一楞严经，二楞伽经。楞严经讲舍事用根，楞伽经讲第一谛大空，万法无自性。所以从楞伽经的开始一直讲到最后，要提起一万次的诸法空无自性，六根空无自性，六尘空无自性，六识空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理无自性，事相无自性，体无自性，相无自性，用无自性，因无自性，缘无自性，果无自性，事无自性，理无自性，能结清当下通通是讲空无自性，叫做第一无自性。如果要存在真如，叫做圣意无性，意思就是不是没有意义的无自性哦。如果找一个无自性变成断灭哦，诸法空无自性哦。有个在家居士写了一封信说，师父，六根空无自性，六尘空无自性，六识空无自性，那我们修什么呢？我说你这个是断灭见了，断灭见了。这空无自性分四个角度，先讲性的空无自性跟有其自性，相的空无自性跟相的有其自性。这个弄不懂的话，你没有办法通达三藏，你在讲经一定会卡卡，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讲真如的体的空无自性，或者讲体空无自性是不着一相，不立一知，不立一见，万法无所住，站在这个角度不住任何一法，不着一个知见，这个叫做万法。站在体上来讲，本体空无自性是这个意思。这个体还分了两个，植物没有心，所以他们没有真如之体，只有相的有其自性跟无自性。好，现在讲，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阿含经里面的有一个人修行修行，他自己认为他很有修行，禅定的力量也很深，达到四空定。后来他就跟舍利弗讲，舍利弗，我修行到此一无所有，死了就什么也没有。舍利弗说，你这是断世尊 的法身慧命，你这个是断灭见啊，就到四禅天四空天竟然入断灭见。因为他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真如，真如，所以讲真如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真如的存在是无相的，真如的存在除了证悟的自觉圣智以外，其他人摸不着门。所以讲本体的空自性是不住一切法，讲真如有其自性是讲它存在，不是断灭。如果说诸法空无自性，那就变成断灭见呢？那如来的百千万劫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那跑到哪里去啊？那还听什么经，念什么佛呢？拜什么佛，修什么福？不，你今天所修的福善根福德因缘绝对功不偿捐，因为你的真如自性一直存在。所以好，现在我们讲到真如的体，植物矿物没有真如的体，他们只有假象。好，站在人的角度，我们讲诸法空无自性，圣人佛陀讲诸法空无自性，就是圣人不守不立知不立见，不守一知不守一见，不住着一法，不住着一相，彻底空，
无自性，站在这个角度叫做体空无自性，站在体真如体的存在叫做有其自性。有其自性就是真如是存在的，但是问题看不到摸不到，为正相应，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透过般若的智慧，透过般若智慧，心性是可以扫描的，心性是可以阅读的，透过般若智慧的扫描，心性是可以阅读的。此阅读不是另外一种阅读，此阅读只有一个人可以阅读，透过般若智慧的扫描，心性是可以阅读的。此阅读不同于另外一种阅读，只有一个人可以阅读，大悟见性的人可以阅读。不是看报纸，不是看电视，电视一打开大家都可以看，这个不行，唯大悟见性能阅读。此阅读没有能所说。好，我们讲体的无自性跟有自性，再来讲相的无自性跟有自性。什么叫做相的无自性？相的无自性，相相本来就空相，是因为它是生灭的，是缘起的，是刹那变化的，它法无定法的。在这里一定要提到大慧菩萨跟佛在对话的那一段，大慧菩萨说：世尊，一切法如幻，为什么如幻？世尊，现在我用最简单的跟你表达，你才听得到。大慧菩萨就说，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桌子，清清楚楚，这个怎么会是如幻呢？这个一个桌子那么清楚呢？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这么清楚，墙壁就是墙壁，山河大地就是山河大地，世尊。如果他不是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幻呢、啊。世尊，你所谓的如幻，是五光十色所投影出来的幻影，叫做如幻吗？佛陀说不是。哎，佛陀跟大慧菩萨讲，我所说的一切法如幻，是因为一切法刹那生，刹那灭。我所谓的一切法如幻，是缘起，是无自性，空无自性。我所谓的如幻，是无实体可得。你看见一件东西好像有，你实在是无实体可得，分析开来什么都没有，名为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幻，我所说的法并不是五光十色所投影出来的，那叫做一切法如幻，是一切法维系生灭，刹那生，刹那生，刹那灭。因为无量众生的妄心所执着的这个世界，它好像是存在，是真的。离开了妄想，这个世间本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所以佛陀啊，所以佛法解决了科学家 scientist 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科学在万发达，没有办法断内心里面的烦恼。解决心理学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心理学家哪一个证得大？必一地大空啊！哪一个人？你心理学家正量解脱境界，去心理学家，你心里有毛病，不错，哎，他安慰你，有方法鼓励你，他有第一地大空。哲学家 philosophy 是形而上的学问，形而上的学问，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真理，罗素有罗素的真理，黑格黑格的真理，咱们诸子百家，老庄也有自己的哲理呀、啊，对不对？朱熹也有自己的哲理呀、啊，啊，古圣先贤，中国的古圣先贤，老子、老庄也有自己的哲理呀、啊。那有谁证到住毕竟空呢？佛法解决了其他宗教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有一个法力。对法律的德国人博士，我叫他老婆啊，翻译给他听。他念博士，法学博士，来讲堂。因为我不会讲德文呢、啊，
我跟他讲，我讲的你每一句话都要翻译。他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了，二十几年了，我不怕这个东西，怕他没读书啊，啊，不怕他书书读很多了，来，没有关系，好，谈谈谈。我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上帝从哪里来？他说这是我们一千多年来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说人从哪里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吗？是的。那上帝从哪里来？没办法解答。那我问你，你是爸妈爸爸妈妈生的还是上帝创造的？不是每天唱歌啊，唱圣歌啊，每天匍匐前进的祈祷啊，对不对？那祈祷这问题要了解，这颗先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宗教的狂热极端的时候，没办法的。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在300年前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差一点被砍头啊！以前是政教合一啊，现在讲民主啊，科学发达，以前是300年前你讲这个妖言惑众啊，教廷判死刑，要把伽利略拿去砍头，抓去砍头。后来伽利略啊，是是是是，用这个望远镜看到了，这个地球就不是宇宙的中心了。这300年前讲这个是妖言惑众的，可是他讲对了。所以佛法就解决其他世间人、宗教、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完全没办法束手无策，就佛法解决了。只有佛，我说唯一佛与佛乃能究竟，所以世尊呢，啊，真是宇宙的大觉者。我们这个学科学的，师父是念理工的，要让我们这种头脑啊，要心服口服啊，跪在佛前了、啊，顶礼啊，没有那么简单的。世尊真的是宇宙的大觉悟的圣人，没话说。书读的越多，科学的领域越强，就是这样子。就像那个英国那个天文学家，哎，还有科学家，他讲到最后是吧，就讲了一句话，说用我们的生命啊来研究这个科学啊，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答案，真的没有答案，都在佛陀里面了。住即有，不住即无。你一直执着这个外境，外境空无自性的东西，你怎么去分析啊？对不对？所以说科学再怎么分析，给我们有一些知识力量，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说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今天感觉 wisdom is power， 智慧就是力量。所以说科学家我们没有否定他对啊人类的贡献，没有。心理学家、哲学家、老庄，包括古文明、埃及、印度、中国，我们都认同这些古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只有佛法能彻底的解决生命的迷茫。要不然我也不需要花了40年了，都在找这个人生宇宙当中有没有比释迦牟尼佛讲得更淋漓尽致的答案，就是 NO NO， 没有，唯佛。如果你认为你得到的宇宙跟真理讲得比佛法更淋漓尽致的，那个瞎闹胡搞瞎闹的我们不算。换句话说，简单讲，如果没有第一地真心，不可能成佛啊，不可能成佛。接下来相的无自性是这样解释的，那相的有自性呢？相的有自性，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药，用中药来解释你就行。哦，这个中药是苦性，是凉性，是甘性，哎，是咸性，是不是？哎，是热性。哦，中药有这个性嘛？植物以此性。哦，姜母是热性，
对不对？敬物爱的热性，以此性质为其自性，所以将相有其自性叫做暂时的，叫做特质，它的特质。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自性的话，热性的植物、冷性植物啊，咸性的，对不对？这些酸甜苦辣，那都没办法分别嘛。所以以此植物短暂的性质为其自性，相叫做有其自性。但究竟来讲，叫做无其自性哦，叫做无其自性哦。啊，比如说这个姜，那我们感冒喝了这个姜汤，变化变成我们的能量。你看这个植物的性质又变成动物的能量，也无自性转换，无自性才能转换呢。如果姜有其自性，而且永远这样姜了，你怎么转化它呢？诸法如果有其自性，那完了，你转什么成佛啊？如果说诸法有其自性，你休想成佛。说那个人呢，个性啊，一出生就是这种个性啊。好，从头到尾这种个有其自性啊，这告诉你嘛，不在叫改变，你懂吗？有其自性你怎么改变？无其自性才能改变呢、啊。说这个人懒惰，改变成勤劳。那这个人烦恼改变成智慧，无其自性相才能改变。五蕴我们无其自性才能改变成佛，要我们有其自性，有其自性完了，凡夫就是永远凡夫啊，要不你怎么改呢？有其之外，我有我自己的固定的有其自性是固定的啦，所以万法无自性才能转凡成圣，才能转世成智，哎，才能转烦恼成菩提，要不然怎么转呢？啊，再恢复最后一句，将剃无自性，是因为不住着一相、一法、一知、一见；将剃有其自性，是因为真如存在，能成佛，不可以断灭。将相有其自性，是因为相相都有特质；将相空无自性，是因为相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弄不清楚的话很难，一下有自性，一下无自性，哎，到底这几类工商啊？所以有个初学佛法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有时听到师父这样讲说，哎，师父什么叫做有其自性，什么叫无其自性？又分体跟相，我讲我伊们在拍电话问合作看嘛，你靠我时间不济嘞，无时间啦，这个没有一点佛教底子，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说今天呢、这个法对法师们是很受益的，啊，对这个老参也很受益的，啊，修学佛法最可怕的是进入断灭界了，啊。好了，阮这两点半钟看起来哈，过来就不是阮的责任嘛，啊，再来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没办法了哈。你讲哦，这是因为主办单位花两点半钟了哦，伊那给我十点钟，我讲到伊们十二点哦，真的哦，大家拼不吃便当的哦，啊，但是不可以了哈，因为后面。严靠嘛，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呢，这一章啊，回向文啊，好，这诸位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底下师父念：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诸位护法居士大德，消灾发大心的义工。消灾我们庄严的师仪，回向啊，道海律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祝大家法喜充满，谢谢。修行亿万劫，悟在刹那间。非常感谢长老密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让大众在修行的道路上获得无量的法益与加持，讲座功德圆满，大众请起立。礼谢上会下律长老慈悲说法，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啊，你我们向佛一问讯就好。阿弥陀佛。恭送慧律长老暨高雄文殊讲堂常住法师回辽，大众请对面站。那我们用最热烈、最赞叹的掌声来恭送长老，谢谢长老，感恩长老。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慧律长老充满睿智的演说与开示，声声句句铿锵有力，渗入大众的心田，真是印证了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月现前。长老您辛苦了，祝福长老法体安康，佛光普照，大转法轮。我们也非常感谢高雄文殊讲堂32位常住法士慈悲共同来成就今日难招难遇的弘法大会，谢谢你们。祈愿一切众生皆能断无尽之烦恼，学无量之法门，成就无上之佛道。祝福您，阿弥陀佛。大众请面向佛前，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依序出班。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